我说过要把人带走。你出卖了我们的交易。你已经交易到了锦料，但是你也说过一个筹码无法交换两全其美。如果连家人亲情也保护不了，那么国家社稷又如何依据？为了古母，让重要之人铤而走险，不惜牺牲宝藏。我不需要牺牲任何东西就得到了古母。很快也会得到宝藏。
我可以杀死，但是你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不是我。主人，